刚开始喝那个荷尔因的时候，刚开始三天就period来，然后我的经血就很肮脏，然后血块也是一片一片这样子，大概来了三天就不会了。之前我很会失眠，喝了这个产品之后就慢慢的改善，就很好睡。我每次要period要来的两个礼拜前，我一定会来白带，然后我的肚子也是会跟着痛，然后下体子宫那边会收缩收缩，会抽一下抽一下这样子，很不舒服。然后自从用了这个产品之后，我现在第二个月已经开始用第二盒，是第二盒用第二盒，没有这个现象了。第二个月已经要来，就没有这个现象，不会有来摆呆，也不会感觉到肚子会有痛，会抽筋这样子。